可观且看，前方便是五里坡，沿栈道前行数里便是河西村了。我听闻他们村里近日颇不太平，客官不妨在村中多逗留些时日，找些人结伴而行。
这怨念。你可是大妹，这山神庙怨气四溢，凶险异常，你先跟我回村再说。你娘到处找你，都快急死了。妖怪！这是什么？
才是这庙中的古镜让我看到的幻境吗？没想到恶修罗就是这小鬼所化。妈妈，回家，妈妈。我已除去与你纠缠的怨念，你不会再有痛苦了。这孩子双亲离世，无亲无故，饥寒交迫而死。恐这宝镜似乎可洞悉魂魄执念，将人带入幻境。此番得到，也算是一种机缘吧。